常温的鬼要注意的是，一开始告诉你油放三十，比如说炒米粉，油放三十克。
酸、土壤中的农药或废弃物污染。进入净水厂后，经过加氯消毒等处理程序，香水滴就成为我们的家庭用水。但从净水厂出来后，会经过很长的输送管线才到达家户中。有些管线会溶出有害健康的重金属，如铅、汞；有些管线有破损现象，把周遭的泥沙、杂物或是病菌吸进去，造成水质污染。不一定哦，高级大厦的水塔或其他储水设备若疏于清洗维护，仍然会有细菌或病毒滋生。一旦动物昆虫侵入，也会污染水质，所以水塔里面也会产生二次污染的危机。要怎么让人们有干净的水喝啊？放心，每个家庭都应该备有最后一道保护，就像在家里拥有一个小型的净水厂。一支源具有三道净水程序，第一重过滤可以去除二次污染物产生的微粒，第二重活性炭吸附去除有机物、重金属还有残余的氯，最后经由紫外线杀死水中的细菌与病毒后，这才能真正喝到安全健康的饮用水。
是安利全球及台湾直销产业首座无人自动化仓储作业系统，仓储空间的高度约20公尺，宽度约18公尺，深度约85公尺。